赵总，这是公司所有的财务状况和签订的合同，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好。喂，半夏。喂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该让你走。喂，喂，我错了，我之前说错了，我说我会对你负责，现在我改口，是你应该对我负责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喂，信号不好，我听不清楚，你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说。我迷路了，我被那个王八蛋王老板带到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地方，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打猎。什么？打猎？打什么猎啊？你在哪儿呢？你把我一个人拉到这儿了，我就不应该上他的道，我就不应该来。喂，半夏。喂。喂。喂，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遇见你？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对别人有感情。浩磊，我爱你。哎，半夏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我爱你。喂，我要是死在这儿了，你要给我报仇啊。喂，你听到了吗？喂，你没电了。